我们从岳麓山这边呢，走岳麓书院后面侧边的小路，一路的走到爱晚亭这一带。左手边这边呢是一个停车场，那停车场然后呢往前走，就可以慢慢的走到爱晚亭。爱晚亭的腹地并不大，所以说带各位逛逛走一圈。来到这边，感觉大部分的都是旅游团带来这里，他们都是坐旅游巴上来的，那种中型的小巴车上。他们有时间性啊，我们没有时间性。嗯，对呀。茶颜悦色，我只能这么的形容它，叫做无孔不入。我们正怎样站在他们那个位置？我今天手机就是一点，不是那个手机。好了吗？可以了。美女，借我们拍一下照，谢谢。有听到跳一声。他是说的老毛的家呀，老毛的家。毛泽东，他的拍。他哪边的？这那也可以，那也可以。没事，拍吧。他拍啥去？我就拍在顶，你们是干拍的？有没有弄立了的龙？没立的龙拍拍。啊？啊？一、二、三。再一张。我帮你拍。我不要拍。自己来。开路。前面的拍一张，来前面。
在艾文廷那边稍微拍了照之后，就漫无目标的往后山这边稍微的绕了一下。这也没有环保车的，意思是说这边可以坐索道下来。这边坐索道下来，那我们就从这边慢慢走，走到古峰再下。你要这样走吗？对啊，蛮远的。还好。你要走？可以啊。就这么决定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索道不知道有没有开。没关系，不行就坐车啊，那边有索道一定会有接车的。把这张拍下来，等会才看得到。一只青蛙呱呱跳，一只小青蛙呀，两只小青蛙呀，小心，端端端端，再见，跟我挥挥手，再见。拜拜拜拜，没有目标性的就稍微的逛一逛看一看。还是要先去芦花池，芦荷有晚上也可以。芦花池在五一广场的北边，芦荷有在五一广场的南边。那我们先去文和友。莲花池有没有去？荷花池有没有去？再说吧。挥挥手，你入境了。
你说怎样？爱晚亭周遭逛了一下，在现在看到左手边这白色的建筑物，就是他这里的卫生间。好的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。我是 DJ 阿周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。我们后会有期。